但但就爱过年呢，推动县都也向院安村也就有过年的气氛呢。安德我村民地方通中心期盼一年一百个大甜板发通，也16年来，村民单单都冇去买人买的甜板，大家都去家里打甜板，后生人未好几多安样的大传统的甜板。 伊爸爸的班车特地从底内巷直走，准备好油锅来煮糖浆，骨头切到一片片的班车帮伊煮，等班的熟个，熟落落个，可以用太素菜呢，也系机器来搅匀来。因只大甜班搭只长石，都要做好时间。纯水你若无够熟个，先做火了，搅袂起啥好成品袂起。除了机水以外，大甜班的时节有带好的人也做唔行咸。 提供做得唔顺失，还要滴顺风摆下来撇下。有时候会不太顺利，甚至有时候年糕好奇怪，就是怎么弄，就是那一锅就是做不好。再请我们的土地公庙神明来这边现场来巡视一下再次的加持。鹿野乡用完村民今年31年，为约滴求了公园前，规庄乡下大甜板。你说稻米做了做，全区1000分的甜板，规庄的老人态势都为了天数。 后生人也有机会学到传统的大甜板，家里人会过来这里，然后就大家一起来做年糕。云南沙溪发展咖啡一角，庄都有超过100的居民，当年都会固定留沙溪来卖甜板。云南甜板的后名声也天天的传开，当然啦，还有福建的慈善关山也喺传统市民来一片卖，一边做陆家过年前的重要佛土，客家新闻陈国民传统佛土。